我想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，让他好好的活下去。我嘛是想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，让他好好的活下去。我嘛是想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，让他好好的活下去。赶紧慢掉，那不一定拍坏我的计划。好，家在保险。顶下看到丽萍阿妈手夹着这佛珠，佛珠就发光，丽萍阿妈随着回复啊，这就代表讲这佛珠一定有法力，无得卡，麦当保护啊。 就乖乖听阿兰的话，回来找。哈哈哈！嘛，今麦一定在做法，佛祖的法光就代表讲在保护。想嘛知影，把今麦灵气把偷回来。 就先将伊家己收起来，这就表示讲妖魂术失败啊。不过，这边来可怜啦，我从来无教过超强更较深的法术啊，伊嘛无可能会晓的。敢毋是顶界阿强甲朱新天的法术提走，迄法术会当保护伊？一定是安尼，顶界朱丽萍会当破解我的法术。 刚从才好生，你是在创啥？总裁嘛，跟方彩霞，刚刚拢分去啊。强哥，你是在带人去倒位啊？因是你的亲人，你应该袂做啥物危险的代志哦。 啊，处理一寡代志尔，别烦恼。敢不假是？啊，不过玉玲甲晴天过分去讲，你毋是等大家面头前，是人讲你用法术做遐歹代志。我毋是在质疑你啦，我只是在烦恼你。我知啦，我知影你是替我设想，刚无闲煞，头壳甲你解释。
今日真紧哦，你得乖乖等我的消息，来不？你哪会直接把车驶走啊？到底是安怎啊？我就知阿嬷你是叫来人。不怪哦，我自细汉就感觉你对我特别严格，我无法度为你那边得到一点仔的温暖。老实讲啦，我无法度超越，会当得到你真心的疼惜。母亲节迄暗，我甲超越互爸梅芬伫咧密室内底，你就干那甲超越叫起来，互伊有机会会当逃走。即摆我才知影原因啦。因为对你来讲，伊才是感觉真正的血脉，伊才是你真正的长孙。我嘞，对你来讲，我这个家孙是四十外，一点仔拢无重要，对无？草强伊敢知影众人对伊的企图？伊若是唔知影，安尼一切都还阁有法度反转的机会。阿勇，阿嬷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那当时候阿嬷太过紧张，只会父把阿我叫精神，不然我后来我也是精神说祖宗你阿爸才不是，不然不然你现在哪有可能活跳跳坐在这里来跟阿嬷说话呢？你把我当作三个囡仔生吗？你当时候打败阿勇，那是因为你把叔叔关键超越带走，我超越黑妹，就算跟我挖这个容器哦，把那转身术大梦嘛烧有去啊！这我早就知影。你也知影转身术？哎呀，真嗨呢！人家你要电话打起，都跟我超强知影，啊，这些是变哪想耍了？那恁早就知影，特别是你。这跟刚刚无关系，人嘛知影。阿妈，所以白娘用我的时阵，你才着知影伊无对啊。拄啊，你搁咧替爸辩解，希望我会当谅解伊。你敢是讲希望我会当留来做伊的容器？你的情况那是恶毒啊！阿强，你先冷静落，小冷静落就好。你即个大蛇想要甲我咬死，我想要哪冷静啊？我怪我哋感觉，阮爸跟阮妈感情怪怪。我甲阮妈会踮伫阮爸身躯边，根本就是一个大阴谋。我甲阮妈根本就是阮爸留伫伊身躯边，等咱互这毒蛇拆食落败。我从来毋捌想过，我毋是爸亲生后生。我阁为着爸的面子，阁有感觉面子。不顾一切跟别人作对，原来我才是猪爸该照镜。我真心正讲到有村的戆大呆。阿强，你莫安尼讲，你莫安家己想家己对啦。爸遐已经做遮尔啊多年啊，恁爸爸对你是毋是真感情？你应该要用心去感受。伊敢真是遐尔忍心要来伤害你心，所以你还有一遍机会来解释，无得卡，这是一场的误会。系啊，人讲虎毒不食子啦，就算讲恁爸爸唔是你的亲生爸爸，啊，不过伊嘛请养你二十几年啊。伊哪有可能对你下一款毒手？你给我掂起啊！你上无迄个做讲什么虎毒不食子的道理？你对那假的有信心嘛是同款啊！伊无利用假的，你着化避免就避免啊！佮想要甲毒死，敢毋是？迄哪
同款啦。迄只小鬼哦，身蒙剑落王的尻川啦，想要甲我压落底，我唔接。你是哪？我即马开始，卖讲话啊，安尼行得无？这唔什么误会啊？我甲阮妈会当有一口饭会当食，迄拢是阮爸的布局。因为我是完成中心不闹完梦的容器，伊所爱就敢若我这个容器，我的身份啊！伊对我的忠心，对我的好，拢是虚情假意。伊是在欺骗我，让我会当信任伊的障眼法尔。阿强，人毋是插头嘞，拢斗阵遮尔啊侪尔啊，哪有可能讲一点仔感情都拢无嘞？你袂会讲因为你的主管，你就来认定讲你的爸爸对你有企图？伊若是讲真是要做出对你伤害的代志，那呢？伊是要来向你的妈妈跟阿外交代，敢毋是嘞？阿强，你的爸爸毋是一个遐尼啊戆惰的人，你是毋是呢？提下你对伊的偏见，再给伊一遍机会来甲你解释。阿妈，我今日叫来甲你说明，你莫甲代志误到袂收煞，敢袂用的？嗯，是啊，超强啊！啊，大家直接约来约去，嘛约袂出一枝花啦。人家讲，一个人还需四邻人啊。上好哦，你是找恁爸爸，大家坐落来，当面讲好清楚啦。啊，看是要安怎哦，重新取回对双方的信任，啊，总比甲我甲恁阿妈绑来遮较好啊。啥？迄就真正车鬼拆药单啦！你什么人？你造反呢？你若真正要害我死哦，我的魂哦，目睭就给伊收起啊！你那是真正的哦，找死！啊，所以你讲，你爱阿妈安怎做？只要讲会当回予恁爸阿囝，甲较早感情安尼同款，你讲，阿妈一定会照你的话去做，好不？维护感情，我无打算要安尼做啊！我跟你聊来这，我的目的就跟他一个，我要你一个江超越、陈昌盛、陈文瑶的面头前替我背书，甲把金牌完全拢压压出来。只要伊愿意相信我，就当当作把想要连我的专心的目的，安尼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。不行的，绝对不能死做。你若把这代志压压出来，就等于判恁爸爸的死刑。以后恁爸爸是要怎做人呢？我再讲。你若是安尼去做，人感觉就会放弃，安尼对你、对大家并无好处啊。是啦，超强，你也毋捌吃过苦啊，所以你无法度了解迄种家破人亡、伸手就拄着边的感觉啦。事实是哦，感觉若真正倒啊，就算讲你有法度脱身，啊，不过你嘛无未来啊。人来讲啦。大树底下好乘凉，你哦，千万唔通把这张大树摔倒。哎，你不从小你卖卵来了，阿强，你唔通讲一错再错了。我无做唔对，我已经想啊足清楚啊。我知影伊是你上疼上爱查某囝，我拄则已经甲我的要求讲啊足清楚，你若无乖乖照我的意思去做。我就让伊死在你的面头前啊！可不好叫啊！阿强，你的死是逼你家己走死路，你知无？为了你嘛，从来唔捌爱我，恁你遐假有心嘛？我若无安尼做，再嘛会死在阮爸的手头。我问你，你若是我，拄到这款生死关头，你敢会选择拔一刀？我咧丢丢，我根本无耐心嘛！郑朝强，你卖讲啊啦！就算讲用我的性命嘛，无法度威胁到你爸爸啦，因为根本就不是你表面上看到迄个江崇仁。啊哈！你是要白讲啥？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讲，伊不是江崇仁，什么人？
较轻嘞，较轻嘞，这对我真来嘞，莫要白来。你紧走。好，只要你甲我放开，我就甲你交换这个秘密。你唔讲，你嘛赶快死，讲。啊，我提到是死哦，免讲啊。好，你先来跟我讲，进来。啊哈，你心态我袂讲话哦。我讲啦，你先把我客户放开啊！其实，恁爸爸江崇仁，就是你的阿公江道成呐，你站着专心。